那之前跟各位分享了 Dell Technology Cloud Portfolio 里面，我们跟各位介绍就是 Dell Technology Cloud 里面的 Data Center as a Service。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offering？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 solution 提供给我们客户呢？我们说，今天客户如果跟 Dell EMC 采购或是 subscribe 这样的一个 Data Center Service 的 solution 的时候呢，我们是把整套的 Turnkey 的 solution 呢建在我们客户的 Data Center 里面。所以呢，在我们客户的 Data Center 里面呢，他在使用这一组硬件跟软件的设备的时候呢，就像在使用公有云的服务。所以呢，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我们会把整个代管的服务也带进到这个offering 里面来。所以今天如果有个客户来找 Dell EMC 说，诶，我要 subscribe 一个 Data Center as a Service 这样的服务的时候，那 Dell EMC 到我们客户家里面，把整个硬件软件 set up 起来，同时把代管服务做好，客户只要按使用量来计费，就可以做到 Data Center as a Service。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模式来订阅 Data Center。 所以呢，这是我们 Dell Technology Cloud 里面一个非常 unique 结合软件硬件把公有云搬到你的家里面去部署的一个服务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部署服务呢，会先从北美开始，那陆陆续续的再推进到其他的一个 region 里面来。那我们很期待这个服务可以在台湾呢，在不久将来里面很快的可以来发生。所以在戴尔科技集团里面，我们提供的 Dell Technology Cloud Data Center as a Service 是很值得大家来期待的。这样的一个 service 可以部署在你的家里，也可以部署到 H 端，让你整个 Multi Cloud Stretch 可以更灵活，那你在整个经济效益上面呢，更看见 TCO 的一个最大化。谢谢大家。